场呢，跟大家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摸彩活动哦。那我们摸彩的奖项呢，现在摸出就会直接送给大家。我们今天奖品内容非常的丰富哦，有来自我们店面的选品店当中呢特别挑选的一个香水之外呢，还有我们的洗面乳、沐浴乳，以及我们的香氛蜡烛、速梯行动电源、车充，还有我们的蓝牙耳机、精品牙膏跟乳液，非常多样化的这个礼物啊。那也请大家呢一起来共襄盛举一下我们今天的摸彩活动。今天的最大奖品呢是我们的 iPhone 一支，也邀请我们有参与抽奖的朋友，拿到摸彩券之后一定要好好的保存下来。在我们今天呢整个这个开幕活动的最后啊，我们会来公布我们的一个得奖者哦。好，我们前面的摄影朋友有没有都拍到呢？还没拍到举个手，我让这个我们的表演者稍微转个身哦。还有没有要补拍画面的？好，在此也提醒我们现场的朋友，我们今天现场有设有家无喜事活动企划的一个专用垃圾桶，让我们现场所有朋友呢可以来丢掷我们的一个手上的垃圾，也是提醒大家垃圾不落地，好不好？保持我们店家以及我们左右两侧的邻里周边环境的一个整洁。也感谢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今天呢特地来到现场参与我们 Hertz 香水选品店的一个开幕活动。那也知道呢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都非常的优质优秀，所以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帮我维持环境的整洁。再次感谢我们 Muse Girl 的演出，辛苦你们了。好的。